一番老总影名善的座驾，15年前曾做奥迪 A8 4.2 升 V8 发动机，350马力，价值155万。自从力帆开始造汽车之后，他的座驾一直都是力帆。2006年的座驾是力帆520，价值8万元。2008年的座驾是力帆620，价值7万元。2012年的座驾是力帆720，价值8万元。多年来换车不换牌，现如今做力帆820，价值12万元。这么有钱，为什么选择自家造？用孔子的话来说，己所不欲，勿施于人。